和你道歉了。对不起啊，那天是我冲动。但是你让你的兄弟去对付麻将街的小伙伴，还是挺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那天态度也不好，以后会注意。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那要是你欺负我，我怎么会欺负你啊？万一呢？我要是有欺负你那一天，小杰，哎呦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，奶奶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什么，哎，你们饿不饿呀？奶奶煮了糖水，要不要一起喝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奶奶不饿不饿。奶奶，我们不用喝糖水了，我已经够甜了。够甜了，哎，够甜了。那什么，奶奶自己去喝糖水了，你们接着甜。我等会儿就回来。哎。我要是哪天欺负你，我就一口气喝5碗糖水，撑死我。那肯定也是你自己想喝糖水，太坏了。我怎么坏了？就因为我告诉奶奶，你是我女朋友。哎呀，不是，也是。奶奶，她是我最重要。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是想告诉他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。现在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很幸福。我知道，你为人坦坦荡荡，所以跟我在一起还要瞒着你爸妈，辛苦你了。去北京之前，我想把小香港开起来，这样我才能放心把奶奶留在广州。而且我也希望能做出一点成绩，让你爸妈看到我的诚意。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说话，就在这里。你八怪，到时候饭，你八怪，到时候饭，到你八怪，到时候饭。你们再这样欺负人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哼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叫马小小。我知道你家就是住在我家对面。那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我叫欧小健。欧小健，我以后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可是你跟我玩，他们也会拿泥巴扔你，叫你泥巴怪。走吧，天也不早了，早点送你回家，你爸妈也放心吧。对，我现在不想回去，我想在这儿再待会儿。好。
不够香呢，还不够香啊！天哪，你看这，还有这，你看，我觉得每个都适合我。你试试，好不呀？我给你涂一下。我不涂，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看。你自己涂吧，我。逛去，这里有镜子，你看看，我觉得挺适合我。回去配合调查。李叔，你抓我干嘛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你为什么摔杯子？这可是公家财产，你看，要活一口子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任务都要结束了，你要让我去北京。今天小香港开业，我奶奶还有麻将街一大堆街坊等着我呢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但是情况实在是紧急，正好阿飞的死对头华哥设计陷害你，我们就顺水推舟把你抓进来了。送给你，谢谢。上面刻着字呢，小小留念。我也要和你一起去北京读书，这个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纪念，纪念我们的开始。开始？什么开始？开始一起读书，一起在北京读书，我还可以照顾你。你照顾我什么呀？我们又不是一个学校的。所以嘛，送你这根笔。你需要我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给我写信，这样我第二天就可以收到，就可以火速赶过去了。李东东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很棒哦。